这才是厨房电器的满分布局。一，要买嵌入式冰箱，没有卫生死角，高贵还能储物。二，设计嵌入式蒸烤箱，搭配电器抽拉板，美观还节省台面空间。再缩短旁边橱柜，做个零食抽拉柜，零食酒水好分类。三，嵌入式洗碗机，解放媳妇的双手，还减少家庭矛盾。四，燃气热水器，买一级能效的更节能省气，但大部分一级能效机需要多接一根冷凝管，难看还占空间，记得要买一级能效无冷凝水的，既节能环保，美观度也更高。另外要选三大一级静音标准的，早出晚归用热水也不担心吵到家里人，水四伏控温也必不可少，水温稳定洗澡才舒适。五，垃圾处理器，厨余垃圾好清理。六，厨下净水器，保障家人的饮水健康。七，下排烟集成灶，一机多用省空间，旁边地柜做个小厨车，分类放调味用品和蔬菜水果，最上层是备餐台，增加备菜空间，方便又灵活。进入主页查看更多装修合集。